唱呢一首歌。呢首歌咧特別今日想送俾在座每一位，因為其實頭先揸住個麥唱啦，啱啱就其實上個禮拜就啱啱做完手術，咁就隻腳就有少少問題，咁啊碎咗嗰啲嘢，咁啊啱啱做完手術咧就打斷翻，即刻補翻的。哇！犀利啊！碎咗都可以見到翻。然之後經過一個禮拜嘅時間做物理治療咧，最後咧終於可以入嚟喺度，兼且行得到幾步，同大家咁啊唱歌。好，大家俾掌聲佢。咁啊，好多謝大家呢段時間有嚟探我嘅朋友啦，喺呢度送一首。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，嚟緊咧
中秋節啦，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團團圓圓，有一個好開心嘅晚上。咁啊，喺呢度咧就送一首歌曲俾你哋。